然后就换新的东西，再抄一个东西。那就这样，刚刚苏家上一讲，数学苏家要门。你要足球吗？好，在数学的方面的话，好，那数学的方面的话，就是应该是就是下课的时候有问题可以来问这个许浩杰，他超厉害的，他会在待在教室里面，现在就是可能有一些成绩方面的问题可以问许浩君，那现在就把棒子交给原助教之一的许浩君。也可以问校服委员。因为通大会，我过去啊。好，就这样。就入学吗？叫他们两个上来一起笑。关注一下哦。两个都是人物。你要足球吗？那个资讯教室啊，然后说想要就可以拿，还有很多键盘，键盘。怎么我能力这么好？全校倒数是那个很好的成绩，不觉得吗？超棒的！就键盘啊，都可以拿。一大堆哦，六个这样子。太可爱了。然后还有那个，还有一本490的书本。对嘛？你看，有找人用麦克风是好的，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费，真不好。人品好是不一样的。是这样哦。那一林家，那只是黄晨没发挥。如果上课真的有事的话，是当然就可以利用下课补。可是老师有问题吧？你发不下去的时间。然后下课的时候，如果有人在吵的话，就像浩杰说的一样，要上面罚站，罚到你安静的时间。哦，学妹姐。然后被学长老师看到。没事，就不要再讲话。不要讲话，没学长跟讲话，就这样。没看清楚。抄笔记的。我说你可以动口吗？好，那在地理的方面的话，我会跟那个老师去多要几张填空题，给各位做个练习。这样子各位的成绩就能进步，很好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各位学快一点。我会尽量去要越多。你们自己读就好，我不用要。好，就这样，所以我就去要，再见。不要跟他比他，你会输。Yeah.
英文助教。站住啊！理化助教他怎么样？都转到你那边来啊！王晨晨，王晨晨，站住！理化助教你要上来。林正凯，要求吗？快点上车了，艾迪达的。我要。你今天陷害我。你先陷害我，我还没跟你算账。其实我觉得我们班理化没什么大问题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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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不是我们没有什么问题。我知道，因为助教吴文奎。哦，我也有啊。吴文奎先讲，因为助教快点。历史助教，历史助教，历史助教。哎，杰哥，哎。是历史什么啦？历史助教。张学华。立刻来说话。
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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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那我们比较 重点的话是在那个秩序的方面啊。你看秩序今天又有人被祭奠，那祭奠就像是今天老师早上说的，就是被祭奠，然后之后开始算那一个礼拜，之后算七天，你都不可以再被祭奠了，不然你之后就不能消那个点。啊，那既然没有人在听，那没关系，那就这样子持续下去被听的干部。他讲到那刘子怎么办？是干部。谁？刘子怎么干部啊？他这是干部，就是不会记自己啊。被记的。对啊，他当时就不会记自己啊，怎么办？好吧，可以记的，那就这样。老师从今天老师早上开始算了，所以今天被记点就已经开始在算了，算。从今天开始算七天，这七天内都不能被换一整上去，不然那点就不能交。没有举手就讲话是怎样？藐视班长，看看这家伙。好了，没有了，那重点大概就是这样。就好了，干部报告，第二个是副班长报告。消失。你们两个照呗。一号上课如果要，什么一号上课？一号上课睡觉。对，一号上课一直睡觉会睡，然后在巧的记。一号上课如果要晚进教室，不管去哪里都要给证明，不然就照记了。副班长吃我东西怎么办？副班长吃我的东西，我妈被欺负。我还没有记啊。那我是副班长。反正就是要给证明。现在搬回。封地报告。上课的时候别讲话。Thank you.
我总监呐，你在干什么？啊，不是，啊，我宝宝。他拿水，他刚刚讲八分钟。庆哥，不要讲镜头。大约是。大约叉七。现在就剩下一三三三六。什么？哎，怎么办？现在？哎哎。资讯服务站。什么？没有看到。哦，没有。来，两个都记点。好，继续。不要不要记点。记警告啦。就五万多。记几个？记他们。报告完毕。然后录你后面的脸部表情，就是那个班长啊，最近很爱乱讲话哦，有时候乱记点呐、啊。对嘛，这种班长最不可取了，好不好？就是我一直在记点，那里一个，这里好来，要重点来下一个。我会记点，团战组长。等下上去靠着旁边，然后很闹钟。嗯，还猜中的要记得。果然你中了。没吃了我。然后你要。要猜三团出的牌，就这样。你怎么那么厉害？看这个规则。这怎么打？就是你们游泳课是不是有考游泳是吗？第三集第四集第五集。对。然后你们都还没有找我，告诉你们的成绩，要来找我们讲。是有没有讲过我们的成绩好不好？答案就是要来找我讲。不是那个本来就不应该抄袭。
开教。然后还有现在打扫的部分的话，教室里面要加强，尤其是扫地的，地上常常还是有垃圾。拖地的话也要注意一下，地上常常会有沙子，尤其是现在又在下雨。还有。应该差不多这样。哎，我用你看。就是那个打字。学艺鼓掌。小花。对，就是这个。老师还没考。就是那个，我把它